世间，利用众生轮回转，人在世间受苦难，世态炎凉人情淡，人心不足因为贪，天若甘蔗原谅咱，苦叹啊苦叹，人无一物向天还，世间世间，网友观啊上世间啊。世事如棋啊，变化多端。世情若要看破，新鲜嘛难。世间啊，世间，你来哪有乱？巧的心酸，世上道理啊，一人啊一款，世界偌里啊，以我何干？有什么指教？施主，贫尼是来向你报告一个消息。要报什么消息？师太，请你别坐。多谢。请坐。多谢，施主。代志是安尼先。前几天，我经过一个山崖下，看到一个妇人受伤真重，倒踮咧涂骹。所以我给扶回去我的尼姑庵疗伤。这位夫人精神了后，因为行动不便，所以跟我说这个地方叫我来向她的家人报平安。施主，这位你是？我阿娘受伤啊，她现在要紧吗？施主请放心，你阿娘真平安，她现在不要紧，只要再静养几天她就好了。多谢师太，多谢师太。阿弥陀佛。你们不能听到。神风爷，啊，今嘛是有啥物无妥当了？无恁来叫阮两个啊，我。是啊，这罗帮有几粒玉佩顶阿爹回。这玉佩不是普通的玉佩。这个我知，这个我知呀。对，好家在，咱拄啊有去确定。是啊是啊。大人啊，啊，即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大人啊，你的原神呢？是啊。代志是安尼，自从关入来了，我为着要来查案，我就用分身术，要唔过。想袂到，却去予乌影发现着，将我的原形藏起来。啊，你一声都麻烦啊咧。是啊。小凤爷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两个卖着急，本府自有办法来应。啊对，你来找本府是有啥物代志？哦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就迄个真如的吼。
无代无志走来赵王府，要救因小妹金玉。咱也才去撞着乌鹰，足叫乌鹰拍着伤。啊，阮虽然甲救倒去吼，但不过伊的伤痕是叫这块紫灵玉佩所炼成的龟脉所伤啊。阮嘛无法度通甲解去啊。就是啊，哎，双凤爷，啊，这个金玉的伤吼，这尼啊严重吼，阮咧想吼，啊，这个。永生主是不是会当解救伊啊？永生主是啊，永生主。大人啊，即摆是安怎？你来去喘大气啊？是啊，我看恁两也是见机行事。该收袂到啦，代志哪会变成甲安尼啦？啊，新丰爷也出代志啦，咱唔知要安怎办咯？哎，无救啊！但你是咧惊什么话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啊！凭咱两个力量，啊，佫有甚物袂解决？话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你甲想看卖啦，啊，一逐久啊发生这么侪代志啦，啊，金如是受重伤啦。啊，金如因阿娘吼是生死不明啦，啊，金玉嘿，伊唔知伫个倒位啦，啊，新丰爷吼被困在赵王府的地牢内，诶，佮加上老鹰的代志，咱唔知要安怎处理啊。无去，你先卖淡仔紧张，坐落，你无听伊讲，紧事看办，真紧吼会弄破碗，紧事看办啦。咱若搁轻视看板啦，我看这些老鹰是会一命呜呼哀哉哦。老鹰？是啊，嘿，你别记哩啊，明仔就是老鹰出战的日子啊。啊，对吼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哪会叫放袂记？我是走到边的。就是啊。嘿，咱本来是打算要来抓这个真正的何必人，要来为老鹰洗清冤情啊！哎，收袂到代志，乌甲乌啥啥啦！啊，即马只有目睭金金，看火咧，要烧着尻川啊！咱一点啊步数都无啦！啊，这若传出去吼，实在是有损你谢将军甲我范将军的名誉啦！无一定吼，连新丰爷也去拖累着哦。到时阵，咱唔知要安怎点天顶啊，甲地府徛起咧。这，袂用呢，无论安怎，但一定要拼王看，袂用予人看咱无气。剩最后一天啊！明仔载老爷就要予人处斩，新丰爷伊可能无行动，敢讲新丰爷无想要救老爷？无可能！新丰爷伊无可能见死不救，一定想办法救老爷。有甚物代志发生啊？今仔日是最后一暝啊，明仔载我都予处斩。素莲，你伫倒位？我夜间无看到你，我怎想你？你到底伫倒位啊？素莲，不要紧，明仔载我就跟你做伙啊！我往出走，我就变成鬼魂，我就跟你同款，我就用阴暗跟你做伙啊！素莲，变成鬼魂，咱两个就要同齐去投胎，投胎了后。
咱两个人永远拢爱做伙啊，对无？算了，算了，你爱等我，我真紧就会当跟你见面啊。算了。王处长嘛，新凤瑶佫拢无出现，我是想来想去拢想无办法，唔知要来找金如，跟我斗三工。素莲，金如可能无法度跟你斗三工，是安怎呢？因为金如身受重伤，已经就要魂飞魄散。老鹰救出来，不是金如，你怎么跟平安的呀？你还好好静养，你放心，我来找夏将军跟范将军，叫伊想办法把你解救。免啦，我无法度，我来救老公出。金如，我怎么来去？金如，你来给他，你休困。玉芬啊，啊你是咧哭啥？夏将军，无啦，拄仔素莲倒转啊，讲要找金如啦，我感觉足伤心的。啊，对啦，阿玉已经转来咧。嗯？啊，金玉伊是安怎倒转啊？有要紧无？伊是安怎脱离迄个胡明仁的控制？这我嘛唔知影，我当要问伊的时阵吼，拄仔了凡师太来啊。了凡师太，了凡师太，伊来要创啥？嗯，伊是来甲阮讲，阿玉英阿娘吼，可以救去，啊，即马伫遐咧静养，叫咱大家唔免烦恼啦。哦。夏将军，范将军，请你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想办法解救金如，救老鹰。哎呀，阮当时讲无爱救老鹰甲金如咧。嗯。明仔载，老鹰都要往厝上，金如今麦阁变安尼，我实在唔知要安怎。是啥物人叫恁要安尼啊？我本来就要去救老鹰嘛，啊，代志吼，今麦互恁家家呢如傻傻，要救老鹰只有一个办法尔。有啥物办法？结兄弟。不行，夏将军，万一若去劫刑场，安尼去伤害着老鹰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敢无其他办法？啊无，你带阮来去找中央爷，该求情啊！不行的，是安那不行？因为中央爷就是胡明仁啦。哦，哎，无救啊！正办的，咱推算讲。赵王爷就是胡明仁，无唔对。而且哦，迄赵王爷嘛是假的。啊？假？金玉啊，啊你哪会知影？啊，这个赵王爷是假。嗯。因为我爸讲伊真正赵王爷，是伊亲嘴头讲的。哎呦，你是安来去看到迄真正赵王爷？在我去胡明仁抓去的时阵，我想要走，无小心才跌在地牢内底。迄真正赵王爷，就是去胡明仁关遐。我即个会当走出来，嘛是中央来斗三工的，嘛无以我家己一人的力量，嘛无可能走会出来啊。想袂到，想袂到咱平安城，平常时也上较爱戴的中央，竟然是假，又阁是一个失恶不赦、无恶不作的胡美人。玉芬，咱紧来报仇，即摆来去。等下啦，恁两个实在有够颠倒的呢。
恁安尼匆匆忙忙就要走去找迄个假赵王爷，恁敢违法哩哟？而且搁再讲倒转来，老鹰即摆搁伫因的手中呢，恁去伊是毋是足危险？小将军，范将军，安那无？即摆是要安怎呢？苏连长，事到如今，咱要听两位将军的话，结心点。嗯嗯，正办的妥当。我这个是完蛋的啦，完蛋啦，完蛋啦！我这个是完蛋的，我是完蛋的，我是完蛋。我喜欢到了。英英，坐嘞，你莫冲动，冲动会误代志。也唔过，我看吼，那是等来含两位将军会合再去讲。彼岸无求，这摆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将老勇救出来。这种世界又搁加添一个缘分出来。范将军、谢将军，赵王爷的人已经押老鹰出发了。哦。谢将军，范将军，请您即马随去救老鹰好不好？苏莲啊，稍等稍等，你甲玉芬吼。但只等阮回来啦。嗯嗯，我嘛要跟恁去。是啊，我嘛要跟恁去。哎呀，恁两个是早教如何呢？恁无听在讲一句话哟，事不关己，关己则乱。啊，恁两个即马这么着急，想要去救人，啊，断魂坡上今仔日唔知变成个安怎，阮两个嘛唔知呀。啊，万不哩，恁两个若去中着迄个假王爷的计策，啊，代志愈惹愈大条，是要安怎？都对。谢将军、范将军，恁若冤去，阮会听你的话，阮袂轻举妄动啊。阮若去，拢会听恁的安排安好。嘿呀呀呀呀呀！啊，恁若早听阮的话吼，都无今仔日啊断魂坡的事件，对不？嗯，正办呢。嗯，今仔日。断魂坡上吉凶难测，风云变化。我看吼、哦，恁两个也是乖乖等主人等阮的消息。嗯，夏将军、范将军，我苏仁姐啊，你要听两位将军的话啦。嗯，赵王爷既然利用老公主来做钓鱼，因恁来献身，一定在咱们断魂坡来有埋伏的。恁即马若去，万一发生什么代志？是要安怎嘞？也毋过，你莫搁在也毋过啊啦！你看五时就要到啊，你若搁是毋听两位将军的话，留咧食吼，两位将军毋去救人，五时若是过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就毋知影。对，啊，紧要讲安尼对吼，啊，恁真是要去吼，那呢，我甲边仔人要谈只饮茶，恁去，好，恁去，好，恁去，唔管卖去哩，恁。范将军，范将军，安尼我留点只。恁去啦，安尼唔照乖，恁做恁放心啦，我甲武吉来去办大事哦，绝对妥当的，一定袂停当。嘿嘿，必然你讲安尼，我该听，妥当啊，正办的，行。嗯，嘿，你吼、哦、实在是去食着真有诶趣味。啊，儒家甲讲拢袂听，你若要搁安尼哦，我真正袂插。不然莫插伊，行。行。少年，你是要去倒个啦？我要去断魂坡。少年姐啊，啊你拄仔毋才答应两位将军要留喺遮等消息，哪会要搁去断魂坡嘞？是啊。我无去，我实在是袂放心。苏莲姐啊，你放心啦，两位将军一定会救老公主回来的啦。苏莲，咱来去。
杨姐啊，你阿玉，你放心啦，两位将军无让阮去，是惊阮伤过冲动。阮若去遐呢，阮就伫个边仔偷看，伊袂发现着啦。算了，行。杨姐，多谢你，咱紧来去。